明张照片，下次来店里面找我，算你们八五折，好吧？来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脸贴近一点，哦，一二三。小小，你一定有办法说服大师让红线回来，对不对？拜托，这关系到我 uncle 的人身安全呢，没那么简单呢。这么关心西恩，该不会你对他……对，其实我第一眼发现西恩是女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脏好像有一点个头啦。不要乱说话好不好？我是觉得，要不是因为我，西恩，你办男装的事也不会不要扛了。哎，小笑，拜托啦，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你这么聪明，这么可爱，这么圆，滑，一定有办法说服王口对不对？这还差不多，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你的清白就是我的责任。为了避免你再被无聊女子抹黑误会，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亲自接你上下班。不用了，而且你这样一搞，我反而更不清白吧？这都什么关系了？上车啊！这个，小威号，小小威力。小威号，真的不用了啦，我还是先走路去上班。各位朋友，威力最喜欢穿卡通。你想让大家听到整句吗？威力最喜欢穿卡通。好，好，好，我上车，我上车，我上车。就好啦。嗯。威力，我不介意你抓紧我。啊？不要吧。不要我。哦。抓紧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四海绵宝，包，还有，还有海贼王吗？我不会讲，我们出发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穿卡通的内裤啊？还有海贼王的，帮我一下，我马上回来陪你。谢谢。小姐，一个人自拍啊？对呀。一个人自拍不如两个人自拍，我帮你拍更漂亮，怎么样？好啊。两个人自拍不如大家一起拍，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怎么样？好啊。小姐，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拍一下吗？可以。凭这张照片，下次来店里面找我，算你们八五折。好吧，来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脸贴近一点，哦，五、一、二、三。嗯，哎，你干嘛啦？月狼是我的，心嘛是我的，肖像权当然嘛是我的，要跟他拍照得经过我的同意，知不知道？嗯，还不快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次再来啊、哦！你在干嘛啦？这狐狸精少一个是一个啦！威力，你都已经有我了，干嘛还跟其他女生拍照？我拜托你好不好？你我不是一对，你还在害羞什么 ？Good morning， 请各位准备好你们的眼睛，等一下即将发生的事情叫做。
条再普通不过的手帕。但是你只要轻轻地对它吹一口气，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改天吧，现在不是时候。无聊。小小，捧个场吧，我练了很久哎。哇！送给你。好漂亮哦，送给欣赏你的女客人好了啦，我先去忙。好厉害哦。要当新娘真的呢，哎呦，啊，新娘礼物穿起来一定跟公主一样漂亮哎，哦，超羡慕的。嗯，我去仓库整理东西。哦。干嘛这样鬼鬼祟祟的？是这样，我想要帮小小完成他的愿望。嗨嗨，小小，方便进来吗？小小，这是我帮你准备的礼服，希望你会喜欢。你找我当伴娘哦？对啊，不找你找谁？我是伴郎，你当然就是伴娘啊。我的礼服，我的 size。哎呦，小事小事，都搞定了啦，我都帮你搞定了。如果我减肥成功，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哎呀。不用减肥就不用那么麻烦啦，就跟你说，这样很可爱啊，而且健康才是重点嘛。哎，好啦，这是我的心意，你要不要收下？我知道你等一下捧花丢给我。好啦，那我先接巧克力哦，因为不然等一下他婚礼来不及了。威力，谢谢。哎呦，我会帮你抢到捧花的啦。拜拜。来宾，好朋友，相信大家现在你很惊讶，为什么今天的新郎新娘是我们？其实我很希望
今天真的是我们的婚礼。但是其实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因为今天的新人精心准备了一个惊喜要给大家。兄弟，你知道爱情里面是容不下第三者吗？第三者都已经出招了，你还按兵不动，请长如战场，你知不知道啊？小姐会有在打仗啊，人家不是说攻心为上吗？有没有那么嚣张啊？攻心为上，我问你，你的这里够硬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小三的狂烈爱火，小三的柔情攻势，小三的爱兵政策，小三的以退为进，小三的三十六计，小三的七十二变，这些计谋够坚定吗？好，就算真的攻心为上好了，可是现在啊，那个小三要巧克力到他家，摆明就是要色诱他。男人的心很坚定，但是理智很脆弱。你确定你们家那家巧克力，他的城堡够坚固吗？放心啦，没问题的，100%确定，没有一点点缝隙可以钻，蚂蚁爬不进去，细菌也无法繁殖吗？好，我跟你讲，兄弟，小三的力量大，但是团结的力量更大。不要怕，我们会陪你一起对抗小三。记住，搭成战线，扩大战场，绝对不可以让巧克力跟那个小三短兵相接。哎，你烫到伤口是不是？你小心点，我带药膏。嘉华，你嘴巴怎么受伤了？是不是太劳累了，所以火气太大？啊，这个，哦，红仙，凶手是你对不对？小夏，我知道，一定是昨天晚上花前月下的时候，两个人彼此深望着彼此，内心中一时的波涛汹涌，然后就不小心天雷勾动地火，狠狠给他咬了一口。告诉你，小小，这种激烈的情感就叫做爱情。你们一定是故意的，对不对？因为只有热恋中的人才会如此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咬在那么明显的地方。哎呦，人家种草莓都是种在很隐秘的地方，但是你们却种在路中间。哦，威力，他们两个啊，一定是故意表现甜蜜，想要跟我们两个比。好，我们输，你们赢了。你们太大胆，太前卫了。Give me five。啊，那是什么？是蚂蚁。会播吧。小小为什么会忧愁呢？我不是在忧愁，我在深思。你手怎么了？该不会是刚撞证据的时候也撞到了吧？不是啦，我在感觉。感觉？紧绷的感觉。紧绷的感觉。威力，嗯，你大腿借我一下好不好？现在，嗯，这里，嗯，哦，哇，红线还在，没关系啊，我想试一下手感而已。手感，嗯，小小，不要这样了，这里毕竟是工作的公众场合，而且红线还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再让你试手感。不是你想的那样吗？我接你大腿不是。